今天是星期二，所以我们来夹娃娃。我们今天是不是令和第一个夹娃娃？没错。那我们要挑战我们平时没有夹过的机台好了。好。刚好我就是看到里面呢有一个是用勾勾去勾东西的，那我们先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我们这个呢在东京比较常看到，在这里比较少看到，那我们就去夹它喽。是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。是这样子的。好了，我知道你想讲什么。你是说你今天带了陆里奖的包包，还有你在穿陆里奖的衣服出来，是不是？怎么样，各位？你觉得这个套装可爱吗？这是用完他自己设计的，他真的很爱陆里奖。我们家的兔子喜欢到说，连自己的衣服跟包包都是兔子这样子。因为兔子我们平时不能带出来嘛，那就可以把它放在衣服上面，把它带出门。今天要讲的机台呢非常特别，它是用勾勾去勾。圈圈勾勾去过圈圈的夹娃娃机台，它是用这个钩子，然后去勾这个圈圈，把它拉起来，东西就是你的。看起来很简单，可是我之前其实在东京玩过，并没有那么简单啦。想说要挑战看看。那我们就夹杯了。哦，对不起，完全勾错地方。它的二号呢，它往前的这个二号呢不能够到太里面，我刚刚已经按到完了，它就是在那里可以停住，你看哦，所以它只能够往一号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们一号到这里，然后二号我已经，你看我没有放哦，我没有放，可是它就是只能到那里。夹到了，夹到了，哎，怎么这么简单？对啊，太简单了吧？太简单了嘛！上次就夹到了，一次失败不算，我两次认真就夹到了。你们在讲二号什么？对，它一号是往左右嘛。二号是往前的，这个它二号呢，它只能够移动一点点，它不能够到太里面，移动范围有限。对啊，二号就对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就按，所以二号很，所以这台很简单，你只要，对，你只要一号的问题，好简单哦。所以这个机台是成功一号的话，二号按到最后就对了吗？所以可以加到的。对，我刚二号是按到最后。我们再试一下。好了，哎呦，我的我摇摆起来了。好了，啊啦，好可惜哦。失敗したらごめんなさい。ユーマ、你要玩吗？ユーマ、你要玩吗？因为这种东西，我觉得ユーマ他已经很厉害。那如果我这个上次以内交到的话，你拍完这个影片之后，可以跟我一起去参观吗？参观了 OK。三次以内的话，好，三次以内，如果没有就不行。那你加油。因为我今天很想要去唱歌，然后一直跟老公加油，你没有反应。好，那你三次我就带你去。有集中的。
靠这个，要吗？啊，脸的。好啊。要吗？就是问店员嘛，到底这个能不能带回家？因为他毕竟是他自己掉下来的，我们想说要还给店员，可是店员人很好，他说给你们带回家，因为毕竟他是在你们的眼前掉下来的，所以可以给我们拿回，可以给我们带回家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刚刚用嘛，他是事故吗？那一次他夹一个，然后掉了两颗，什么箱子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是。ちょっとした設定ミスミス？かもね。哎，我们很幸，我们第一次遇到这种机台跟这种情况哎。运气太好了，令和万岁！耶，还可以去唱歌。哎，令和是我们的时代，你看我们令和第一个交啊就这么成功，很棒。那接下来会继续努力。我们已经来到卡拉 OK 了，现在我的老婆她在热唱，她今天一直要我带她来卡拉 OK， 可是六一直无视她。好，那我们要唱歌咯，耶！那今天的假娃娃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你订阅了吗？还没有的话，拜托大家订阅我们的 TV， 按这里按这里。然后下面是我们的推荐影片。讲什么话？